大家好，我们是 B 线风耶，耶耶耶，好反 OK。大家好，我是 B 线风耶的陈真。大家好，我是 B 线风耶的唐青薇。大家好，我是 B 线风耶的张晨一。哇，我就知道你肯定要说普通话，你一普通话怎么变得这么好了啦？没有没有没有，大家好，云日在晨，大家好，我是张晨一。云日在晨，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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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 top 十四十四节单独的话 top 三节走开十四节十四节会话跟我们差辈儿了十二节呢什么十二姐妹淘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是我们马上要上新公演了嘛所以说希望大家来给我们的新公演做一个预告不透露歌名的情况下把你们对新公演的一些理解画在那张纸上我有了就有了，那有什么好话的？那有什么好话的？今天我给你个机会，你再说一遍。那给你个机会，也太好话了吧？没事，大不了就是你不能怂呀。我们一起画出来的就是全是剧剧那个那种全是剧透。你唐春薇来了，开始。我让他先把人生要有一点不应该由画的最差的先开始吗？不行，陈真，人要人家。多好啊！天哪，大眼睛！天哪！那这样的话就决定由你先来画吧。行，那最后决定谁画的最差，谁先画是吗？对，嗯，来，那就来。我建议你啊，最好是你把这一，不是要画动作吗？就所有的都占这么一大张，然后我们俩就随手画一点。我占这么一大张，你们不好拯救了。这样的话就在旁边像花边一样。对，给你就是镶边。我信了，我告诉你，我信了。陈真强烈推荐我画的这个，哇，你这个颜色真是一点都开不来呢。对，这事儿不对不对不对，这得错了，那个是人不对。你这就去把这句，闭。大家就弹幕里都会说，他说你怎么骂人？你怎么又骂人？我这个水果都画完了，其实。你这是个水果啊？我这是个水果，你没看出来吗？什么水果还有黑的边儿啊？那它烂了不行吗？烂了。你是在说我们这场不也烂了吗？哦，对不起，这是在节目呀。没有，新公演的。这黑色呢？黑色代表什么呢？黑色代表幸运。那哪个是绿啊？哪个是绿色？这不都是绿色吗？我的应该算是什么颜色？紫色。昨天某款游戏出了一个新皮肤，然后呢，这个皮肤的颜色是紫色。不是，我说我的应援色哎，这是你的应援色。你的应援色是紫色吗？我们俩出道一起出道了快有一年了。他说：哇哦，你的应援色也是紫色吗？那么提问，唐春薇的应援色是什么色？粉色。我们都知道他的颜色是粉色，但是他不是。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紫色、红色、粉色。你知道为什么知道他是粉色吗？因为总有几个大哥拿着粉色的帽子，声嘶力竭的喊唐春薇。我这个，我大概画完了。我们红芒果，我们的红的发紫。你的颜色啊，红的发紫啊啊！好吧，我看你们，看你们，看你们！哇哦，哇哦，哇哦！我震撼了，我给大家画一个阴影哦。喂喂，耶！哇哦，起来好像一个 W。闭嘴吧，你再写个 D。我也不是。怎么的？可到了好吗？当当当当，这就是唐青薇的画作。你看，他根本就没给我俩留空。怎么说呢？一共三个人，你觉得他们会在哪里？你觉得我们会在哪里画呢？徐善姐，Jerger，我们的Jerger，我都已经知道怎么画了。因为你这个是准备拿一个红色的棒子干嘛呢？这个公演是我塞，让我来塞。陈真真不了解 BJ， 不知道 BJ 音乐色。陈真根本都不知道 BJ 音乐色。陈真真，这样。你 BJ 音乐色不是跟 B 的音乐色一样吗？我们 BJ 的音乐色是高傲的美粉色。我懂了，好了，别好了，都好了。怎么感觉你这个旗子也是发霉的？哇，发霉的。你们 BJ 不是高傲的美粉色吗？这是高傲的美粉色。对啊，我还叠图了呢。黄俊奇知道你把他头发画成这样。黄俊奇的头发不就这个颜色吗？你是说你画的图还是他本人图？他本人就很图，所以说我要帮他画的图一点。艾特黄俊奇，快点过来看一下。尬笑。不错。现在画的俏皮。我的妈呀！屁
啥呀？黄轩喜看了想杀了你。你知道这镜头里看他头发有多秃吗？等一下，黄轩喜的颜色是什么蓝色？蓝色是吧？好，现在这个纸上空间不多了啊，看一下那个张晨晨要怎么发挥，任意发挥好吗？那这样的话，要不然你就画一个，要不把咱们所有人都画上去吧。请问有人还记得这次作画的主题吗？是新公演。对啊，我们新公演。这个是新公演吗？真的是新公演。真的无人在无人在意一已经开画了。无人在意，尾巴 top 十四，十四姐的待遇就是这样。十四姐下笔的手法就是不太一样啊。这是啥呀？这是铃声。哎，你说铃铛不就好了吗？你干嘛要说铃声？你管我。他真的画的好快，我觉得他脑子里面对。大致的构图已经有了，尬夸呀你！我不要夸你们哦，这哇好像啊，就是一定要骑在这个芒果上面是吗？然后把人家芒果喷，然后把芒果喷烂。看我们的歌单，看我们的歌单真的是这样的。他已经他唐真没把它画烂掉，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这个芒果。会烂掉，因为被喷了。我这他画的好像啊，你们他画的真的好像啊。然后底下，你不能再画个大的吗？为什么？你管我，我就要这样巧的。你怎么这么多？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一样的东西？应该是烦我，因为我烦我也不是，每天两个人都在我宿舍里待着，我就像那个画了你那个电灯泡一样，我每天。那所以你不是买了那个铃？我买什么了？那个帐篷了吗？啊，帐我买的是床帘帐篷。对啊，我买的床帘，我不是为了那个，我是为了遮光，因为我喜欢那种就是室内环境是漆黑一片什么。狗屁，每天晚上都不关灯，半夜都不关灯。我没事啊，到时候唐诗薇，唐诗薇就没有他，你可千万不要给他毕业啊，你就要给他放屁出去。创作了，把我们所有人都画下来。我好像发现这一大笔画的有点大，我觉得为什么要画黄色人？说小燕儿，那你想想，他们画少一点呀。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你艾特孙小燕的时候记住这句话，陈真说的。对，陈真一个大特写。你可要把它中间分得开一点，他的头发那样。这是他教我的，不怪我。什么？这个发太大，小妹妹，太过分了，过分了，这个发太大，你看，你看这个发缝，我真的是无语。是我跟着陈真，你别补，有本事你别补。他不让我补的，不是，我的是他会这样呀。说让我把你的发缝画宽一点，然后我说补一下，他们说不让我补，你知道吗？不，你敢画你就不要补好吗？他敢心里你就是没有，在我心里你是冒。说，把你想说的话讲出来。我现在就开始给我补，没有意思。你这个人就没，你这个人就没意思。你下一个，下一个。哎，不对，孙杨杨的腿。你真有病！孙杨杨腿。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们十几个人，你想怎么画？你管我。那黄轩琪有这么高吗？比例不对。够了吧，够了吧。但是呀，真的，他那你要想要比例好的话，那就是你可不要再补了呀。那这不是唐诗薇要的吗？我跟你们说啊，孙小燕拍的时候，我会把这张图给他看。什么？然后告诉他这张图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好吧？你可以给他看。你们三个的小命能不能保我？不是，这不都是我事儿啊，我只是听他们俩说我怎么画而已，我只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古代有一个官员，他就是负责记录那些人说的话，你知道吗？我就负责记录的那个人，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你别画抽象了，先把他的脸画远一点。看，你这是我们真是我的。要不我们俩先撤，我们俩先走了，要不我们俩先走，要不不行？为什么小燕还留了个泪呢？那是因为小燕那是眉毛，不，那是什么眉毛？哦，原来这是眉毛，为什么只有一只眼呢？这边的眼睛呢？这也是眉毛，哥，他只有一个眉毛。对呀、啊，你可不要，他像个关公。为什么你给孙小燕前面的眼睛画这么小，给周香前面的眼睛画这么大呀？孙小燕逐渐变成了畸形种。我没做人。孙小燕这是睿智的眼神。沸羊羊，我讨厌你。喜羊羊，你真帅。
说会把这个抖音发上去的。什么？为什么你给想想的颅顶花这么高？像不是啊，这是扎个马尾的蝴蝶结，你懂吗？桌上的头像是标本。七七在这里，是就像怎么可以在这里的？引战，引战，怎么我说的？怎么不是我说的？芊芊不得是那个吗？这个大高个儿。什么？芊芊的嘴整个虽然有点一样长才行。就是，要不然我要开始不平衡了。还有方女儿呢，我们三个可是一样高。啊，可能她这个腿一样长。什么？这个、我给她跪下了是吗？那就是陈真整个算按在一个水准吧。对啊，也是我给黄西西跪下了。锐气的眼神。你好过分啊，攻击成人。你打我。你的头发是灰色的。啊，这是真的站在看着你画的。孙小燕的眼睛都这么大，凭什么我的眼睛这么小？你说孙小燕眼睛小了？睫毛，这个睫毛就是。眼睛画的真的。眼睛的短小透明。嘿嘿，你说的。拖鞋，然后完是谁？不不，王丹应该是这个头大的这个。你好过分啊！你好过分啊！棕黑色的头发，像爆炸头一样。这头发是真的多呀！那头发就真的就这么多？下一个谁？范女儿，蓝色的头发，它绿了。蓝绿色的头发，它孔雀绿。哎，这边辫子辫子。他好细节，你好细节，这么透明圆圆，这看起来很高的，这挺高的呀。没，这个是你别吧，你还想活着吗你？哎，范哲画完了，为什么范哲画了？不是，我是想给他画，大概是。你不要解释了，这种感觉。解释就是，你知道吗？很像他。活着不好吗？希望到时候这期播出的时候，你要。你可要提前说一声呀。你就是姐，你到时候播的时候，你叫他弟弟送回去吧。下一个是曼琳，我们麦芽，快给他画一个瑞士大眼睛，要比所有人的眼睛都大的那种。麦芽在这儿吧。我们麦芽从来不喜欢，就是头发蓬起来。他还不喜欢大眉头，你要在他的大眼睛里面给他。哇，麦芽这个好像啊，一毛一样。我醉了。他就是不是这是麦芽，你知道吗？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看，人活着不好吗？我在这儿呢。好。对不起，我到了什么？你说想刀一个人的心，我觉得他是糖葫芦的，你知道吗？吃到那一天，我会把糖成为就像一个包子一样。哎呀，这个漏哦，别人还要用哦，是谁的包子？你快说呀！这张纸不能漏包，你让他快说。我想说什么来着？关键是。你想说什么故事照？对，就是看到他那张新故事照的时候，我跟粉丝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问号。就是他那个造型，就是我不理解，就是他那个头发。然后呢？然后是六六小帅哥，以为超级开心。那他在七七旁边吧？对不起啊，有点小。这儿。哦，在这儿，就这儿。他好适合他，好适合跟他那块儿吗？不行，你给我不行啊！你这样画吧。黄一慈的腿有这么长吗？一定要这样画，要不然他会跟七七比的，是吗？他头发是红色。哦，耶！我都不知道，你只怪你自己。他头发是红色的，真的吗？红棕了，红粉色，红粉色，深色。那我薇薇就让他自己画这儿吧。画粉。张志杰。T T 后是薇薇。张志杰。两个人应该牵起来吧？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要在这里，我要在我的屋里旁边。不行，我不行越想勇敢越害怕。我在这儿，不行，我也不知道牵起来。你是这儿棕色的头发，不是你的脑袋顶是黑的。非常细节啊，这脑袋顶
你别招我，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头发就没有。对，你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就是这个样子。请大家期待我们的新公演上场吧，谢谢，拜拜。